这一节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制茶赏茶，因为制茶和赏茶也是泡茶程序之一。将干茶置于茶则上以备冲泡，它通过制茶、赏茶、赤茶、闻茶、饮茶，增进友谊，美心修德，学习礼法，领略传统美德，是很有意义的一种和美仪式。喝茶能静心静肾，有助于陶冶情操，驱除杂念。下面做示范动作，脚出去是走是不动的，是环在动，就这样，是这样出去，而不是这样出去，是这样。我们的我关节往下沉，沉下来，下腰，腰微微的下去，好，下腰，这样拿上来，轻轻的拿上来，也是颈椎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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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往上。拉直了以后，拉直了，从我们的膝盖前面，手不是直的，手是弯的，膝盖前面往上翻，翻上来，上来的时候，我们左手马上去把它拨住，进行吐气下去，下去之后也是颈椎一节一节，不是这样，千万不是这样。一定要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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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拉直，先吸气吸好，然后吐气的时候下去，拿日仓，这个手也不能直的，直的又不对了，这个手也不能塌的，这样拿就不好看，是吧？一定要这个手这样轻轻，也不能这样硬，轻轻的搭在这里，这个手呢也是松松的手把往上提。提上来了以后，在我们的腹部前面，腹部不要在胸腔太高了，是在腹部前面大腿的中间位置，大腿的中间位置。好，这个手呢微微的撑起来，不要这样，这样就不好看了，微微的撑起来，这样动作整个就非常的饱满，看上去非常的饱满。拿好了以后呢，这手左右手松去，盖子往上，不是往旁边，是往上提。提好了以后，两个手是拉的，对拉的。提好了以后，我们这个手是下去的，这个手呢放在我们的大腿中部，手也不能塌，稍微提起一点点，这样握住，也不能这样就不好看啊。放在大腿的中间定好，这是把它定住，然后这个手呢
下去的时候，微微的下腰，腰微微的下，再拿茶钵，茶钵拿起来，茶钵拿好以后呢，食指上去，食指上去，夹好，在食指跟中指中间，这样就跟大拇，就等于这三个指是在下面，食指是在上面，夹住，重心在这里。夹好了以后呢，大拇指从无名指这里下去，大拇指翻过去，就这样一翻，翻过来的时候，我们再下腰，下腰，手还是撑的，手不要这样，这样就不好看，还是撑一点，撑一点。我们开始拨茶啊，开始拨茶。好了以后，我们这个手定在这里，定好了，起来的时候，我们的拿好食指。拿好，然后这三个指往上一压，好，大拇指翻过来，大拇指翻过来跟食指一样的位置压下去，压成这个形状，我们食指下去，好，再一次，手放回大腿，慢慢的下去。吸气，吐气下去，也是拱腰，这是拱腰，不是下腰，是拱腰，往后，往后，命门往后拉，拱腰下桥，四个指，拨着四个脚，慢慢的上来，这个两个肘往下拉一点，这个就手就上来了，而不是这样上，茶不好上啊、哦，我们是要手往下拉。往下拉，拉的时候手要不要塌，这边拉下来，这一边手还是撑一点的，来这样。我们转身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是腰在转，不是手在转，不是，是我们的腰在转。来上茶，让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茶，今天喝的是什么茶。好了，到这里的时候，进来的时候，肘手食指跟大拇指是实的，握住茶肘是实的，我们的右手是虚的，右手我们的那个食指是握住那个右下角的时候往上推，给推进来的同时，我们握住右下角实的，这个时候这个是虚的。好，下沉的时候手啊撑一点，不要这样，这样就不好看了、啊、这样撑一点点，下沉的时候，好，左手从侧面进来，大拇指过去握住，我们右手放在大腿上，左手从前面的膝盖，不是从在这里下去就小气了，动作会很小气的，我们是要从前面大气一点，这样这就是赏茶的环节，中国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即是通过赤茶、赏茶、闻茶、饮茶、品茶等习惯和中华的文化内涵理象结合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征的文化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礼节现象。我们下一节再见，感恩。